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勇士108比127不敌爵士。斯蒂芬库里三节时间得到24分7板7助攻。ESPN 数据专家凯文佩尔顿在他的球迷问答专栏中分析勇士首发阵容。本场比赛之前，勇士首发阵容百回合净输 14.6 分。在至少合作100分钟的16套阵容里排名最差。本赛季勇士在库里下场时进攻也只是略有滑落，对手不断用一丁四连防库里，队友又无法给出回应，这套首发三分命中率仅 27%。 当库里和首发打球时，他的回合占有率只有 22%， 勉强高于联盟平均水平。但库里的牵制力让维金斯 57.8%， 怀斯曼 56.8%， 在首发阵容中交出远高于个人赛季真实命中率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